嗨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串。今天我要来做一个测验，就是这个关于矿泉水的。因为我前几天就在网上看到有 YouTuber 啊，就是拿这个矿泉水来测验啊，就看哪一个比较好喝，比较甜啊。所以我现在就要找我的家人一起来做这个测验，然后我是要进行盲测的，就是说不要给他们知道，他们现在喝着的是属于哪一罐，然后再叫他们来说哪它的味道还有它的评分吧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开始啊，有请我的家人。好，现在就要拿着这个水罐去后面倒水，然后再拿给他们喝。啊，我现在就要先倒这一罐，就是最便宜的这一罐，就是最便宜的。现在就拿出去给他们喝啦。那是要喷的哦 ，APC。哎，再香哎，啥不香呀？那里面。装款也味道也感觉，讲看它的味道的感觉是如何的。我抓，好灵哦！我在那边，我两边。来，蛋呢？不必说，来吧，不必说蛋蛋呢。来，慢慢。滚水来吗？滚水啊！这样来了 ，OK， 来，现在我就要换另一个矿泉水啦。现在是来到这个，我刚才讲错了，刚才那个不是最便宜，最便宜的是这个，所以其实他们价钱相差一点点罢了。现在是要到这个 drinking water， 刚才的这个是 mineral water， 那、啊、边。那个有味道了，哪个？什么都good的、啊，那高前面good。香啊！真的吗？白粉水啊！我刚刚吃了一口豆皮。阿爸吃了做？白粉水啦！白粉水啊，豆皮啊，我没有加什么，我没有香。也有淡薄咸。嗯，还够淡薄咸的。好，我现在就开这个江面啊 ，Evian 啊，这个是最贵的矿泉水，听说是来自雪山上面的矿泉水，就开这罐给他们先试看。嗯、哇，八的我。好喝吗？有没有 good？ 不怎样。耶，较清新。也较清新啊！哇，阿祖慢慢讲，突然就感觉较清新了哦。没。其实可能是啊，是啊，我最近感觉，感觉怪的。有个好习惯，喺度喺度，其实
都想去关键。我尴尬咩？系嘛？我尴尬。大家都尴尬咩？你连得，隔第二行咁多想减两步，隔第二行，隔第二行嘅减。哎，现在我就换最后一个了，第五个咩？还有一个，最后一个。好，现在第五个就是这一罐啦，蓝色盖的。你要开哪把剑啊？来啦，我开始。我咪不想，有什么吗？好喝吗？跟妈咪讲，给妈咪看，又是good啊！好了，我是被 NG 了。姐姐，妈咪，姐姐，你味道不强。真的不，干第二行的。你是谁？哈哈哈哈哈！第二行、第四行、第五行香的。OK， 现在这五个。你们最喜欢喝的是哪一个？第几个？来，大哥。啊，这里啦。各位，这里，各位是奥地利的吗？马西奥是第几奥？第几奥的头型？不讲他清新的，第几奥啦？要爸爸？我爸领的了，第二个奥地利。爸爸他是在哪？领到这个奥地利那边。啊，这里第奥地利。那边。我感觉我刚刚。先几个？你是你是最靓，都地板子嘅，地板子嘅 ，Let's go drinking water。一阵妈妈妈讲第四料较清新嘅是即个，我地贵嘅，地贵嘅妈妈讲有清新嘅味道嘅妈妈经嘅，一爸爸经嘅是即个，你第个嚟啊？第个嚟，有头一个入边，头一个是一罐 ，Let's go 不？不是 Let's go， 我是 mineral water。这些 drinking water， 我们现在就看得出他们各自喜欢哪一种的味道了啦。啊，其实今天的测验是很无聊的啦，没有说哪个真的是好喝还不好喝啦，只是因为现在被关在家嘛，所以我们就找一些东西来做一下。所以啊，就谢谢我的家人啦。啊，今天呢也谢谢大家来观看啦，拜拜，拜拜，快点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